其身软疾之景象。如果你的保平气进入中脉，你的浊火升起来，已经有温软的泄肿景象，有五种验象，其以验象之之分为五象，就是五象加五象，共十象。首先呢，依照右鼻孔入出息大肿流转，其以色指本地之景象为地气色以本地纪轮之验象，以根本后的二者界限袅袅的烟象。他意思是这样子讲啊，如果你呼吸的时候在闭气，呼吸的时候会出现袅袅的烟象，就是开始看光的前奏。你如果眼睛看到烟了啊，袅袅的烟象，这是最初的感觉，让你的接受啊，最初的感觉。第二个，同理，水气摄于本地心间的焰象为阳焰，就是水跟地啊，水摄于心间的焰象。这个水气，什么叫水气啊？就是明点，明点到了心间，跟火跟那个浊火互相融合，会产生一种阳焰，太阳的光会出现在心际，太阳的光。再来呢，火气摄于本地喉间之焰象，浊火一直到了喉咙的时候，它的焰象就萤火，这是师尊常常看到的萤火啊，萤火好像是说那个萤火虫一点一点的亮光出来，就是浊火到了喉咙的时候，你所看见的空气摄于本地顶门之焰象，你这个气呀、啊，一直到了顶门，这个时候的焰象是灯焰，就是我们蜡烛点起火，你看见一个火，蜡烛的火发出的光，在顶门这里。啊，发出这个火的光，那个叫做灯焰。空气摄于本地顶级之焰象无无云晴空，当你的气到了顶轮啊，到了这个顶窍的时候，到了顶级啊，气啊到了顶级的时候，焰象你就看到蓝蓝的天空啊，闭着眼睛都可以看得到你所看到的。闭着眼睛你看到袅袅的烟象，闭着眼睛你看到太阳的光，闭着眼睛你看到萤火，就像星星一样。再来呢，你这闭着眼睛你可以看到灯焰，闭着眼睛你可以看到无云晴空，就是说左鼻孔入右鼻孔入气的时候的现象。